穿一领乌高西，盘山过鸟要找车，人人讲我风流客，风流趁钱，娶一家。丢，嘿，你这只乌猪皮，你哪来哪巧呢？安尼有进步，但是猪哥是一般人伫咧叫的，恁大家爱称呼我大王。大王千岁，千千岁。免礼免礼，本大王要伫家时也。本大王今早起来。要做什么？恁大家知影无？破七！哎呀，呸！你实在有够聪明呢。我的呸，本来就发巧。好，那呢？你知影本大王所要判的七是多少一角头的七无？西丽宝廖家庄迄、那个鄙人呢？哎呀，呸！你是我不多来面堂呢。哎呦，大王，你讲的呢？那米糕蛋、那素心汤，拢无人敢吃咯。阿亮啊，你即马是咧讲啥？都是素心地道、素心汤啊、素心汤迄个啊。点点咧，我的意思就是讲，这个批真了解我就对啦。了解就讲了解就好啊，都无需要讲迄个不多来尊名堂，哪呢会影响心理呢？好啊好啊，刷刷去，本大王要去拍这个廖小姐，恁大家甲我看起来胜算有偌济啊？哇，唔通，迄无气无漏气，哪像你这般呢？三分无像人，四分无像鬼。那去哦，唔啊，干那闹亏了了，还会去惊死迄个廖小姐了。嘿，你这个猪姑娘啊，头脑袂歹哦。多谢你的提醒，本大王恍然大悟了。本大王要来变，变即通了，变一个世界上上烟斗。上斯文的秀才来去给廖小姐招亲、啊、一遍二遍猪哥不见秀才出现